魏默生加了一个，加得好。啊，为什么加得好呢？在我们华严经上，特别是夏老的汇集本，我们看到第二篇德尊普贤第二，那就是那一章嘛。啊，所以确确实实啊，华严最后是归净土，归无量寿啊。所以他那一篇付出的太好了。啊，这净土四经呢、啊，那五经呢是印光大师，这近代的了。啊，印光大师去我们不远，他民国二十多年才往生。啊，抗战期间往生的。啊，他老人家把《楞严经》里面二十五圆通章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一小段的经文，把它放在净土四经后面，变成净土五经。这个做法不可思议啊。还净土还需不需要其他人呢？不需要了。到这就圆满了。啊，为什么呢？那244个字，我跟诸位说的是，那是净土宗的心经。是一大藏教的心经。也就是善导大师他老人家常常讲的，诸佛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印光大师这个做法了，让我们对这个善导大师说的这句话了完全明白了。啊，一切诸佛应化在十法界，在一切诸佛刹土的十法界普度众生。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持名念佛求生净土，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这是了不起的法门啊！啊，极简单，容易，稳当。什么人都能修啊，个个都能成就啊！这善导大师讲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啊。那为什么修净土的人这么多，往生的人那么少？跟善导大师的话有没有矛盾？给诸位说，没有。那什么原因呢？你不是如理如法的修行，过在你，不在法门，不在经典。你要是如理如法的修，真的万修万人去，一个不漏。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善根是什么？福德是什么？因缘是什么？因缘我们今天具足了，的人生是因缘，遇佛法是因缘，遇大乘是因缘，啊，遇华严遇净土这是了不起的因缘，因缘具足了。那问题是哪呢？善根福德，善根是什么？信解，你是不是真信？你对这个还有没有问题？如果还有怀疑，你的善根有问题。啊，你对净宗这个道理明不明了？没有透彻明了，明了是帮助你信。你所以有怀疑，
你了解的不够透彻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怀疑了，那你信解有了啊。信解是善根，福德什么？真干啊，真干的人有福德了啊。你不是真干，你对这个世间还放不下，还有留念，那就完了啊，那你就很难成就了啊。所以经没毛病啊，理论方法都没毛病，毛病出在自己烦恼习气啊，这个东西要放下啊，你就决定在这一生呢取得净土。下面你看念老引用啊彭绍生，就是彭启清啊。我国清代彭绍生居士赞曰：“啊，无量寿经者，如来称心之圆教啊，众生本具之化矣。”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无量寿经啊，如来是十方明心见性的人啊，诸佛如来啊，称心之谈，字字句句都是从自心流露出来的字字句句都是圆满的，称它叫圆教啊。一切诸佛如来的自性，跟一切众生的自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所以佛在大乘教里面讲到自性，常常用海做比喻，性海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众生就像海里面起这个水泡一样，水泡从哪里？从海起的啊。水泡跟水泡，如果水泡没有破裂，好像互相对立的啊，这是一个那是一个，水泡破了之后全是大海啊。那聪明的人不必等它破，全是海水，每一个海泡水泡都是海水，海水就是自信。所以经教里佛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一个心一个智慧，说列无为也然，没有一样不相同啊。我说你离不开此心吗？啊，这一句话说的把诸法实相啊一语道破啊，我们跟一切众生什么关系？一体，一个此心啊，你是关系多亲密。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呢？迷悟不同，悟了知道啊，我们是一体，比一家人还亲呢，一体啊。迷了的时候才分自分他，才有分别，才有执着，才造业啊，才找了一些冤枉的这个果报啊。这六道轮回的冤枉啊，梦中境界都不是真的啊。真正参透了，那个梦也没有离开此心啊。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都不离此心，都是自心现的啊。所以他说众生本具之化矣啊，矣就
就是今天讲的方式、形式啊。我们今天呢，这个教导学生用什么样的形式？那现在我们讲对小孩啊，这个幼童，我们办幼稚园啊，办幼儿园，办小学啊，随着他的年龄。在办中学办大学，这就好像是这个方式啊，这叫化义啊。除化义之外的时候，就化法，法是教学的方法啊。众生根性不一样，对不同的根性在用什么方法来教他啊，所以佛家讲化义化法啊。释迦牟尼佛49年跟教这些学生在化仪方面，你看看他首先开悟之后，他讲阿含12年，阿含就像佛教的小学啊。讲什么呢？讲人天法，讲你怎么样做人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就阿含经里面这些这个教学东西很多啊，在这个里头啊。到大乘的时候，逐渐跟你讨论宇宙人生，我们今天讲的哲学科学啊，都讲到究竟圆满了啊。宇宙从哪里来的？万法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的？啊，真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实在不容易啊！到今天这个世界上，多少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都没有达到答案，没找到答案。啊，都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唯独大乘佛法里头讲清楚讲明白，没有疑惑了啊。所以我当年学哲学，方先生把这个佛经哲学讲给我听啊，他告诉我啊，这他的看法，这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这他的原话，他这么跟我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把我引进佛门了啊，还特别告诉我这句话很重要，要不然我会迷惑，我会有怀疑啊，我要看看那学佛人他怎么学的，是不是真像方先生所说的啊。就方先生这句话重要了，佛经哲学在经典，不在寺庙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哦。为什么不在寺庙了？寺庙人不修了。从前寺庙古大的那真的是了不起啊！为什么他真学啊？他现在寺庙人出家人不学了啊，搞宗教了啊！出家干什么？出家去跟鬼神打交道了啊！搞超度、佛寺、法会，搞这个了。啊，这个事情是不是要搞的？要。应该怎么搞呢？到鬼道里头就搞啊。在人道里头叫人呢、啊。那鬼道里有没有？佛菩萨在鬼道，你看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你看放堰口，堰口对面的教面大师，那是谁啊？观世音菩萨。在鬼道里面现鬼身，渡鬼道，
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他现身在人间，那就是叫人的呀。啊，怎么能用个人身去叫鬼呢？哪这种道理呢？他用鬼身也不能叫人呢。啊，所以这是这个佛菩萨的应化不可思议。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叫他什么东西，就叫他什么东西。这个应该不是自己决定，是他的感，佛的应，自自然然感应道教。啊，就跟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师业一样。啊，我们用善心去感，你看回应最美的结晶。我们用恶念去感，他回应的就很难看的图案给你。啊，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也是如此。众生起什么念头，就感得他什么感应。啊，诸佛菩萨应化在心里，他绝对没有什么想法念法，他要有想法念法，他是凡夫。凡夫才有想法，才有念法。啊，化身菩萨见性的人绝对没有。为什么呢？见性头一个条件就要把起心动念断掉。你看看，不起心不动念，他还有什么想法，还有什么看法？没有了。啊，那叫清净平等觉。啊，所以众生是有心去感，佛无心来应。啊，叫称心。啊，自信的他自然会有应。就化一化法了，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这一般讲呢，我们在学习当中也常说啊，化恶为善，这是我们现在帮助别人头一步，叫他帮助他改过啊。这个化是变化气质。是教学里面从果上讲的啊，教学终极的目标是让他变化气质啊。具体来说，把恶的念头、恶的言行变化成善念、善行，这我们教学成功了啊，这是第一步。啊，更进一步的是啊，化迷为悟，这才真正是佛法。啊，化恶为善呢，这世间法。啊，化迷为悟啊，这才能出世间，你真正就悟。最后化凡成圣。啊，一步一步的。向上去提升的，黄老居士这份的资料可以说很用心，非常丰富啊，他尽心尽力去收集。下面引用日本道隐法师啊，赞叹无量寿经为如来心事之证书。这个心是心起，跟善导大师的话意思是相同的。善导大师说，如来所以心出世，就是这个心啊，心起出现在世间啊，为摄弥陀愿海啊，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普度众生啊，啊，
这个道隐，我们一查这个资料，他是什么时候人？因为日本净土宗是从善导大师那里传过去的，唐朝时候，日本许许多多的高僧在中国留学。那个时候善导大师在世，所以善导大师在日本很出名，在中国不出名，在日本很出名。日本有很多寺庙叫善导寺，你看到善导寺，那就是净土宗的。台北还有一个善导寺，是日本统治时代建立的。这净土宗道场。所以这一句话了，也许是学善导大师的就是如来心是这正说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佛说其他一切经，四十九年一切经呢，那都是旁边说的，这才是正宗。这无量寿经是正宗，其他都是来帮助无量寿经的。那这意思就这个意思啊，这才正说啊。所以隋唐大德确确实实，我们在这个没关系大师的序文里面看到的都认为是，就是连法华华严都是引导我们归向净土你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所以魏默生把华严经最后一卷附在三经之后称为净土四经，有道理啊，没有话说啊。这个举动我们双手赞成华严归无量寿法华经上龙女八岁成佛也是听文殊菩萨讲经他听懂了他也是求生净土所以这是千经万论的印光大师讲处处之归也，所以他是正说。这个说的是确实是有根据的其特最甚之妙点其特，这是最甚是无比的殊胜不使一切经能够相提并论，包括华严法华虽然都是大乘，都是一乘经哪有这个法门这么殊胜？一乘究竟之极说，这就说出它奇特在哪里，它最甚在哪里它真的是一乘教，一乘教是一生成佛讲到究竟圆满了俗极快速一般法门宗派法门修学都要很长的时间，唯独这个法门不需要很长时间。其他法门里面讲修行要无量劫才能把烦恼习气淘汰尽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你烦恼不尽，你怎么能还原就妄尽才还原华严经上
讲的是妄想分别执着，用这个名词啊，妄想就是无明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这些名词在佛学大辞典都可以能查得到的啊，淘汰尽了，见思烦恼断尽了，就证阿罗汉啊，超越六道了。啊，六道之外就是四圣法界，六道是个界限，六道里面叫内凡的凡夫啊，六道里以内的凡夫，那四圣法界叫外凡啊，六道以外他还是凡夫，他不是圣人。这凡圣差别在哪里呢？一个是用真心你就圣人，用妄心是凡夫，妄心用阿赖耶识。要晓得四圣法界里面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还有佛，上面还有佛，全用阿赖耶，所以他叫外凡啊，四圣以外的凡夫、但是人家虽然用妄心呢，这个妄心用得很正，很像真心。那为什么用得很正很像真心呢？都是学佛吗？学佛的把佛经上所讲的理论融归自己的心里面了，我阿赖耶里头变成阿赖耶的种子啊，这个行为的时候，这些戒条一条一条都做得清清楚楚的，他都做得很好，非常像佛啊。所以这个四圣法界叫相似己啊，很像啊，做得很像，不是真的。为什么不是真的？没转世成智啊，他没转得过来。这就是般若经上跟你讲的法上应时，何况非法。你看你把经教里面讲的都做到做得那么好，你还是凡夫啊。你可以出离六道，你出不了十法界啊。要想出十法界的时候，要把这个人都放下啊。那法上应时，何况佛法，到佛法也舍得出十法界，这个要知道啊，所以你看这个经多了不起，这个经修行的方法，头一个它这个经题上前半段是果报，后半段是修因。你前半段大乘，大乘是大乘是智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你看华严经不是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智慧就是大乘，德无量寿，相庄严。你看这是果上啊，一切众生皆有啊。那我们怎样把它再找回来呢？清净平等觉，那是修德啊。我们修行是什么？清净心的。清净心是从戒律里头成就的，平等心是从禅定上成就的，那个觉是从菩提上成就的啊，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修清净平等觉，证大乘无量寿庄严，你就在经题上。那所以中国外国这一些祖师大德所说的话没错，讲得正好啊，一尘究竟之技术，俗己圆融之经验。这个经在佛经里头用的很多，你要懂得它意思。经是什么意思？经不变，你看在经书里面都会氧化，都会变色，唯独黄金不变。
它的好处就在此地。啊，所以佛法用经就是不变。啊，今生永恒不坏。啊，真身。取这个意思啊，并不是真的把它涂成金色。现在在寺院里佛像都把它涂成金色，表法的啊，它真的是那个颜色吗？那颜色也并不好看吧？啊，所以要懂得它是表法的啊，永恒不变成心。啊，那么这种身有没有呢？有，十报图就有。啊，诸佛如来的十报图，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图，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那个身相就永远不变。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太深，啊，不是从小孩慢慢长大的，不是的，它是化身。啊，到那个地方莲花化身，化的身像什么样子？跟阿弥陀佛的样子差不多。那个地方是平等法，我们现在化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化的特别大，菩萨化小一点，往生的又小一点，这个都不如法的，一样大，哪有这么大大小小的？啊，有大大小小的就不平等了，啊，一样大。永恒不变，对，所以它是化身啊。所以这些你这个经教都多了，你慢慢就明白了啊，就知道这个这里面真正的含义啊。为什么它不会变化？因为它没有念头，道理在此地。是你懂得这个道理，你相信了啊。变化从哪里来？变化呢？为时所变，为心所现。十报庄严图只有为心所现，没有为时者所变，它已经转世为止了，所以它就不变了。你没有念头，不会起心动念的，起心动念就会变，不起心不动念，它怎么变呢？这不会变。啊，永恒不变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花草树木的花永远不会凋谢的。啊，永远不会变质的。道理是死的。那个地方的居民还不是净随心转吗？啊，那个地方的居民一个个都是明心见性。啊，所谓明心见性是就是妄想断。妄想就是起心动念，个个人都是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是这么个道理。我们明白了，你就承认了。哦，这事情真的，这不是假的。啊，那我们想在这个世界不变行不行呢？行。你不起心不动念，就是那个境界，做不到，因为念头太微细了。啊，你看这个佛问弥勒菩萨，啊，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还不是讲给我们听的？啊，我们凡夫一个念头起来，啊，就心有所念的，我们一个念头起来，这里这一个念头里头。多少细念组成这个念头？那佛问的是几念、几时啊、几行啊、几相？他讲几相、几时。那弥勒菩萨回答的是一弹指啊，我们讲一念一弹指啊，我们弹得快。我弹大概是四次吧，一秒钟。啊，如果很快弹，应该可以弹到五次。啊，一秒钟能弹到五次。他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8000是单位。啊，100个千10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320兆。你看，一弹指里头320兆。那我们一秒钟弹四次，就1280兆。如果弹五次，1600兆。这个念头太微细了，我们怎么能觉察？弥勒菩萨说：“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形界有实，就是阿赖耶的转相。这个地方注意，诸位要一定要晓得。”自性里头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啊，它能现能生能现，念头能变，就是识能变，没有识那就是能现能生能现啊。极乐世界是能生能现，它没有变的啊。他那边的人的时候完全用的是真心，没有妄心，都是转识成智的，所以他们那个世界永恒不变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神通，无量的德能啊，都是自性本具的，不是学来的啊。这是我们的老家了啊。这是不是到了究竟呢？没有啊，真正回还原的时候呢，是常寂光土。常寂光土里头，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没有。啊，那才叫回归自性。啊，怎样叫回归自性呢？因为十报土啊，虽然妄想断了，妄想习气没断。因为有妄想习气，所以才有十报庄严。妄想习气也断了，都没有了，十报土也没有了，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连十报庄严土也不例外。那佛经上没有说十报庄严土是例外的，没有这个话说啊。十报土也不是真的境界，真的境界常寂光啊，就是慧能大师讲的那五句话，那五句话讲的常寂光啊，末后一句能生万法，万法从常寂光啊，到就是常寂光是能生能现啊。这个凡所有相呢，那就是从十报土啊到方便土、同居土，统统都是。四圣法界是方便土，六道轮回是同居土。啊，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要晓得，我们虚空也是假的，不是人，时间、空间都是假的啊！在常寂光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距离那才叫真的回归自性。啊，所以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给诸位说，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啊，现身的长短是众生的业感。啊，众生感还在，这个相就在；众生感没有了，相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这个身不是离业报身。啊，也有时间性的，有时间长短的，一业报。啊，佛菩萨不是业报，佛菩萨是应化了啊，应众生之感而现的这个身相啊，不仅是现人的身相了，他能现树木花草的现象，他能现山河大地的现象，他什么现象都能现。啊，所以我们看禅宗里面一些故事
啊，公案，哎，有一些参禅的人，啊，看到这个，树木花草开悟的，啊，看到鱼打芭蕉豁然开悟的，那什么呢？那是佛，就我们今天讲佛的加持，啊，在那一刹那当中，那是佛他有感的，佛应现。啊，让他在这个境界里头豁然开悟。没有一桩事情不是佛力加持啊，所以佛力加持就是自信作用。啊，是自信的起用。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一点都不怀疑。啊，所以对佛虽然佛现佛身来加持。我们也不会生欢喜心，也不会激动，那一激动就错了。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是你自信弥陀，你自信毕竟的，不是外头的。啊，极乐世界唯心净土啊，哪里是外头？全是心得啊，自信流露。对，你懂得这个道理，永远是心平气和，永远是如如不动。所以能大师说得很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所以你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心啊，不要让你对心所在境界起一点波浪，这就对了。是十方称赞之诚也，这个话好懂，真诚的话了，决定没有妄语，众生本具之化矣，一尘之了矣，万善之宗门。这前面都说过，净土群经百数十部之纲要，一大藏教之至规啊，他这也说到一大藏教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说如上诸贤所以盛赞此经者啊，这是古来的这些大德啊。赞叹这部经，说盖以本经持名念佛法门，这底下几句重要，圆满，太难得了啊！哪一个法门能讲到究竟圆满？圆满是一丝毫欠缺都没有，这法门是圆满的啊！华严是圆满的，法华是圆满，但是太长了啊，不像这个经。啊，这个经分量这么少，跟华严一样的圆满，跟法华一样圆满，这就难得了。啊，直接啊，讲直截了当啊，方便，一切法门里头最方便的法门啊，法门都叫方便，它是方便当中的方便。啊，究竟啊，是方便帮助你成佛是究竟啊，啊，帮助你成菩萨不错了，不究竟啊，帮助你成阿罗汉的更不究竟啊，所以今天我们叫你帮助你转恶为善了，你变成个好人了，不究竟，要成佛才究竟，不成佛不究竟。帮助你证了等觉菩萨像观世音一样还不究竟，你没成佛啊！这个法门是帮助我们究竟成佛的啊！一直超入啊，最极圆顿啊，极圆极顿，顿是顿超啊。他用什么方法呢？弥陀一尘愿海。六字红名之究竟果觉，作我众生之因心，这说出来了。他这个一直超入最极圆融，讲的是什么？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产生这样大的效果，谁相信？
所以叫难信之法。啊，佛在经上讲，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等觉菩萨对这个法门犹如各罗观月，得用比喻话啊，像我们看月亮，中秋月亮啊，各个罗啊，罗是很细的沙啊，绫罗绸缎啊，那个罗啊，隔着罗看月亮，还隔一层。等觉菩萨对这个法门啊，像各罗看月啊，那佛呢？佛就没有这个罗刹了，他隔了一层罗刹啊，太深了，道理太深了，可是事情太简单了啊，就这六个字就成功了啊，真心吗？真心。啊，今天向小丽就是在这里。你看黄忠昌居士，他去做试验。我说六个字行不行？我跟试试看。啊，听说古人念佛三年就能往生。他做试验，他是三十几岁，很年轻的一个人。啊，在深圳闭关，向小丽居士护持他。两个月，两年十个月，他就预知失智走了。真的不是假的呀，这法门这么容易啊！那我们过去听谭学老法师啊给我们做的报告，我是没有这个缘分，没有这个福分啊，没见到老法师。我到香港来，他已经往生两三年了，啊！但是我从录音带上听到的，啊，他在佛七里面呢讲开始，啊，有一个同修拿了这一卷录音带，啊，他是北方口音，我听得不太懂，我不连续不断听了三十遍，大概可以听到九成。啊，最后我总就找到一个北方的同修，把他这个录音带里全部写成文字，啊，印成小册子。好，讲得真好，你看讲锅炉匠，啊，这都他同参道友啊，都熟人了，啊，人家念佛一句阿弥陀佛，啊，锅炉匠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四十多岁才出家。什么也不会啊，跟地仙老和尚的关系是小时候的玩伴，同住在一个村庄啊，找到地仙法师，他的生活实在太苦了啊，看到地仙法师做了法师，出了家还很不错啊，很羡慕，要跟他出家。地仙老法师也非常慈悲，遇到这么小时候的玩伴，跟他说：“出家嘛，要学经教。你年岁这么大，你也不认识字。”啊，这经教看来学不成。那么当时在寺院，啊，不能不学经教，那就得学金蝉佛寺。金蝉佛寺这五堂功课，看他这个笨头笨脑的，你也学不成功。这意思是，你怎么能出家？可是这个朋友呢，一定要赖住他。最后都没法子了，他说：“那我一个条件，你能不能答应？”他说：“你说，我一切都听你的。”啊，在这么一个条件之下，他说：“好，给他剃度。剃度之后，你不必受戒了。啊，受戒那个仪规呀，你也不懂，你也受不了。
在宁波的乡下找一个破庙，没人住的，让他一个人住在那里，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他说你呢，在这个地方，你就念这一句，念累了啊，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以后准有好处。这个人呢，他的成功的秘诀没别的，老实听话真干，他就成功了。啊，三年，你看人家念佛站着往生的，那是乡下了，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了。啊，乡下，老太婆发现了，师父站着走的，啊，挺稀奇，从来没有看到人死是站着死的。就还有一些念佛的一些老居士告诉他们，大家来看看的时候，派人到关中寺啊去报信啊，报这个地仙老和尚。老和尚听到这个信就赶紧啊去看他，一往也来三天走路啊。啊，看到这个样子，地仙老和尚很欢喜啊，赞叹了、啊：“你没有白出家了，你不错啊！啊，你这个样子，他赞叹说：这个讲经说法的大法师比不上你啊，这丛林里面方丈啊，主席也不如你啊，你真不错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你看念了三年。”多殊胜呢？这都是眼前的事情啊，这是不远的啊。啊，我前面给大家讲的这个台南将军乡那个老太太，也是念佛三年站着走的。你看这种赞叹，丝毫不是虚假了。问题都真干才行啊！啊，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你得想住，敬宗是大臣，不是小臣。啊，大臣人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自己成就了，没有教化众生的缘分，可以。做这种事情，如果有教化众生的缘分，你就和他多住几年嘛，多住几年不碍事嘛。你这个功夫到家了，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嘛。啊，所以要想到啊，一切诸佛如来，尤其想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的愿望是什么？普度十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那我们懂得阿弥陀佛的意思，啊，我们也让阿弥陀佛欢喜，什么多带一些人去嘛，你带的越多越好嘛，啊，这是好事情。啊，所以不可以呀、啊。当小臣自了汉啊，自己成就了赶快就走啊，那是不对的啊。那郭鲁将为什么马上就走了？郭鲁将走有他的道理，是信他那叫做正传啊。黄忠昌居士也是实信，给我们念佛人做个证明。我在香港讲经，我们这里距离很近，他天天听我的观点，啊，我这个地方是劝转、试转、劝转，他在那里做正转，啊，证明经上讲的不是假的，啊，这事情是真的。
决定在一生当中，而且短短三年当中，你就能超越六道轮回，就能超越十法界。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能做到啊？只有这个法门啊。我们要把这一桩事情认清楚啊。啊，圆满直接方便就近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所以这个法门是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啊，最可靠，而且又最快速。啊，关键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世间拉拉杂杂东西放下。凡是不能往生，原因就是这一桩。你还贪念这个世界，你还想继续搞六道轮回，那就没法子了。啊，阿弥陀佛不能把你拉去。啊，你舍不得这个世间，阿弥陀佛点点头就走了，等下次再来。什么时候你全放下了，阿弥陀佛就来了。啊，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哦，时间到了，我没看到。好，那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好，谢谢大家。